我们有四个门，这边一个，后面一个，然后那个靠左右边那边也有一个，然后阿布拉这个还有一个天窗，总共有五个门。那我们有三支急迫器，左右一支，然后阿布拉前面也有一支。那那个点在哪里？在四个玻璃的角落，不是中间啊、哦，四个玻璃的角落，两支灭火器。在一个在前，在你们后面那边，一直在阿布拉这边，还有一个司机，司机大家认识吧？阿布拉，他很用心哦。他说：“哎，啊，晚上有卡拉 OK， 有没有宵夜？”我说：“有。”那个可是他没有挂，挂菜龟。我说：“阿布拉说好，我准备，没问题。”所以我们的车上有一只鸡，还有还有挂彩，他自己早上昨天晚上在那边切。我说你不要这个第二天我要叫我去给你道歉，因为他这个学生挂在国内太好啊啦，太好啊啦，来，那我们的是那个庆阳游览公司，车号是606V5。来，感谢，来谢谢这两天就由阿布拉为我们开了两天的车，辛苦他，谢谢阿布拉，谢谢。你感谢一下，你去抓这么贵那些挂彩，我都在准备了。然后他说，你看我有用心吗？我有用心吗？你我更加用心，你看我都没跟没去跟他打招呼，直接弄去里长那台。那个强缝的啦，那栏杆啊，栏杆起来的车座啦。因为你车站我爱吃鸡卡，落几堆鸡卡在车顶。它有三大区，那我们都是去主题跟那个后里，要去三天哈、哦。如果要去玩三天也游不完，因为它的区很大，可以游三天了、啊。那现在说，因为那个它的区里面没有餐厅，只有卖便当，所以我们现在都在外面吃完饭再进去里面一下午在里面吃肉，对我们会比较好。还有里面有接驳车，接驳车肯定要排队，那大家就集体一起在一起看看啊，这个到那个一个点，大家几个一起集合再出来外面。如果上面有咖啡厅，可以坐在里面休息。你唱歌很好听啊？没有没有没有啊？嗯，你唱歌很好听，没有啦，超厉害的。来，哦，你做的很好吃哦。啊，对。来，不吃，不吃，吃一个，谢谢，谢谢。来，很多人进来，我懂。哎，阿那那小朋友上来。
请讲，那好，请讲，那比较都很优惠吗？买一送一优惠。刚好被各位洗手间。可以看看哦，都可以看看这嘛，是休息的。海苔松饼可以看看哦。哎，不怪你，有广告可以找我们嘛。六百多斤啊，你。老金爷，大气吃哟，再气吃好买哟。没有三八百，两包三百多哈。啊，这个是两包两百。对，所以他们价钱不敢。Thank you.